又嚟名人爆片爆相，即系无聊片啊！今次有读者影到许仕仁买生果，呢个系交俾你啊，食唔食啊？呢期唔要，呢期唔要啊！我而家先至靓。不吃士多啤梨就吃蜜瓜提子咯，因为新地贪污案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14年12月底被裁定三罪罪成，判囚7年半，因为在狱中行为良好获减刑1/3，在2019年12月18日出狱，这两年都非常低调。读者说是今日下午3点左右见到他在跑马地买了900多元生果，见到佢同铺头啲职员有倾有讲，应该都系熟客仔啦。一个你咁讲啊，90，有车嚟啊？有车，我同你拎住车。哇，好重啊，唔得啊，攞多份，攞多份。我要呢支啊。许仕仁今年74岁噶啦，都仲系咁好中气咁精灵，真系咪谂住呃佢啊？结果咁重嘅生果都系一袋过，唔使工人或者司机帮手攞，自己慢慢行翻上车。咁无聊你都睇到呢度，俾个 like 我哋啦，同埋记得订阅我哋啊！ Channel C 网站面世啦，耶、yeah! ！真心嘅，有啲嘢社交平台未必睇到，喺自家网页就可以高清啦。记住网址 channelchk.com， 请多多支持，俾个 page view 撑我哋啦。Channel C 用心做，需要大家支持专题报道，直击香港社会民生状况。嚟 Channel C 网站就可以一次过睇晒啦。你哋嘅 view 就系我哋做专题报道嘅原动力，请多多支持，我哋会继续努力做好新闻。